世界拳运会男子双打的拳运会冠军，名将蔡赟和刘晨也一直在国家队从事混双的。拼下对方的一双了，就从现在这个局面来看，本来赛前双方的这个排兵布阵呢，是双打最后双方都选择了各拿一分，就等于都是要占到55%。 可能还能到60%，但是省队比赛就是你这不是国家队的原配。对，在跑位上面会比较陌生。其实在双打上面最重要的就是整个轮转和跑位。啊，这是而且每一个运动员都要保持着最佳的状态，辛劳交替，而且还要保证。对。那最重要的八月。就是解放军女团拿到冠军一样的，全避免。其实徐晨可以发挥的更好。 对，女子团体的比赛，结果解放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夺得了全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的冠军。江苏队一个是李玉发挥的好，再一个确实孙俊这个。 排兵布阵也是赌对了吧？对，因为这种时候有时候就你就得有这种赌的思想。封网，好漂亮！两个概念，两个项目，这是两个项目。铝栓如果是多，投后场。 时机非常好，那灌输越多。 最后你这个下去之后，那个低谷也越长越深，这是一个规律。全运会5连冠。 抽档，这又是一个心理，就是说反过来没准还行。比如说，江苏那边落后，陈金去打田奥威，我觉得肯定大家都会觉得陈金还有这个可能。我觉得陈金的希望还是很大的，因为毕竟来说他的整体的人，把刘成限制在底线。 刘成连续攻，所以他就得软挡啊。对，那这样来过渡一下。李玉这场球是发挥的非常出色。如果说这是李玉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的话。 他的职业生涯也算是画上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，对，完美收官，嗯。
最后一场团体赛，不仅蔡云杀对方两个人中间，头顶封网，徐晨。